休もうさ。现在有开放露营吗？其他可能需要问一下大姐，她有没有开放露营？露营？对对对，是有预约的客人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没有，好，稍等一下哦。我是经过看一下，问一下。不知道，可能需要问一下大姐。对对对。哦、你可以把那个机车先停在这里，然后你坐住一下。啊、嗯、好。啊？有呀，我就一个人。明天下午就要离开了。对啊，就今天，明天就走了、啊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怎么收费啊？一天就是800块。一天800块啊？对对对。是算账不是算人啊？对，算一账。哦，这样。好，我想想看，我以为是算人头的。好。OK， 好，我看一看，嘿，谢谢。这边都可以看看。好好好。一天800块，其实10点前太大哦，好，你可以挑树林区还是草原？草原其实搭在对面也都还有树林。OK， 怎么这今天好像是不是人都走掉了？今天大概剩20张，但昨天有87张。对嘛？我想说怎么会这里怎么会人这么少？对对对，你就跑掉了吧？哦，好，这样比较清幽好吗？最后赚到了，那个费用都在这边的。反正就是怎么收？就一账800元，一账800元，一台车也是。OK， 我想想看，想一下嘿。草原区。草原都可以搭吗？可以啊，那你先开进去。我猜在最边边可以吗？再来八台阶就好了。吼吼，好，都只要草地都可以。对。OK， 太好了，谢谢。
啊！Hello， 来给你算钱。你是重金的先生吗？对。好啊。来，好，这边有饮水机吗？还是？我们没有饮水机耶。就是水龙头。水龙头的水煮沸就可以喝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来。七百收你一千。好。可以，请进。我登记一下，先生，您贵姓的？黄先生。
嘿。就会简单留一下电话喽。零。好，这样就可以。OK， 谢谢。谢谢。好，好。
签的话，对打者就比较有利。看一下，还有持续追加分数的机会，轮到周家乐。那个布鲁斯的控球问题又出现，这个好坏球比较明显，等于有点雪上加霜。上名留青史的欧洲王者宝座，2022-23欧冠足球联赛全台独家，请锁定爱打电视。That I can try, 'cause I think I just got lost in